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很黑，也没有人，自己难免会有点害怕。但是半夜起来一个人上厕所的时候却不畏惧，甚至有一丝兴奋，这足以证明绚丽的灯光和带劲的音乐可以消除我们内心的恐惧。所以我准备做一个蹦迪灯笼，让我以后夜里出行不再害怕。蓝牙